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呢要学习一下这个纸牌魔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手法之一 ，break 啊 ，break 就是分析的意思啊。比如说啊，我要把这张牌留住啊，黑桃 Q 啊，把它切到中间啊，好，看起来前面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，但是我在后面把它留住了，用我的小拇指顶到了这个，所以呢，我可以。任何时候把牌一切，我就可以切到我想要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这个 break 怎么说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把牌切过来，用你的小拇指一点点，用它的这块肉啊，一点点顶进去，然后把这个牌呢放上来。放上来的时候呢，这边就有一个缝隙的啊，这个叫做 break。但是前面啊，一定要把它抓好，抓紧一点啊。所以你前面怎么做都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，只要前面保持这个 break 就好了啊。可能一开始有些人呢觉得，哎，这个有点小，我能不能这个手可以直接插进去？这样插进去的话呢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很别扭。但是我推荐你呢，最好这个 break 越细一点越好。OK， 就在这里，前面啊没有其他的问题，就在后面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怎么保持啊？我们只能保持这个一个手吗？不是，我们可以切到另外一个手，这个叫做 thumb break， 就是用大拇指保持这个 break。仔细看，我们正常我们拿牌的姿势，正常拿牌的姿势，但是我们这个大拇指呢，我们用大拇指中间这块肉呢啊顶着这个 break 啊顶着这个 break，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个手可以脱离出来啊，然后放回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小拇指。先进去啊，然后呢松手，我们这个 break 呢就保持在这里了。我们想要的时候把牌一切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牌弄到最上面来。好，还有除了我们这种 break 以外呢，我们比如说我们选牌的时候呢，先展牌，让观众选一张扑克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把牌合起来的时候呢，还是用我们的小拇指顶着这个它上面这个扑克牌。把它合起来整理好，这个时候我们 break 还是保持在这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观众的牌在哪里。OK， 只要不把它洗乱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观众的牌就是这个。好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单张的 break 啊，单张的 break 的话，你又可以两种方法做。首先顶部啊，顶部的这张牌的 break 的话，你可以用你的大拇指把牌推到边上，然后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小拇指进去一点，就自动的形成了一个 break 啊，这个是单张的 break， 你可以尝试两张牌，或者是你用你的大拇指去拨你想要多少张牌，比如说你想要三张牌，你就把三张牌做一个 break， 啊，这个是从上面的扑克牌的 break 啊，那我们下面的扑克牌呢，也需要做一些 break 啊，下面的扑克牌。下面的扑克牌呢，做 break 呢也有几种方法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用双手啊，我们用另外一个手辅助。比如说我们要拨一张牌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break 啊，这是一张，或者是你要多张，你可以数着做个 break， 保持就好。那单手呢？单手的话，我们需要我们的食指 ，OK， 我们需要食指把底牌的这个角呢往里面弯曲啊。往里面弯曲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弯曲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这边呢就会往下翘起来， OK， 我们这个底牌呢就会往下翘起来，我们的手指这个小拇指的肉一点点进去，我们就有一个 break 了啊，这个呢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来做辅助来做一个 break 的。好，如果不用做辅助啊，可以稍微再隐秘一点，就是有没有小拇指直接在这里凭我们的感觉拨一张牌做 break 啊，直接拨一张牌做 break， 或者是你想要两张啊，你可以凭你的感觉拨两张做 break， OK， 拨两张做 break。所以呢，这个你一定要多多练习啊，但是你的 break 呢也不要太小啊，你为了隐藏好这个，你的 break 太小的话，有时候你一拿起来这个牌就合起来了，就不好了。所以适当的啊，稍微大一点就可以，让你比较容易拿手。好，
所以呢，你们希望你们多多练习。